反过来再敲一个。这里面装好了，倒过来，然后反过来，看，像我们全知道上面还是下面呢？一样的，两边一样。然后装好了就把它套在这个电影轴这个上面。上面再弄个图层。小的头，小的面，朝下，然后再把这个土壤拖上去，敲。要摇它，摇它，听到里面有间隙没间隙的，要敲到没间隙为止啊！摇的没间隙，但是还要转，没间隙，但是还要转。啊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啊。
拿着看出来。好的。这个叫什么？欧云圈嘛。欧云。欧形圈。欧形圈。欧形圈、嗯、套在偏心轴这个。哦。搁在槽子的地方。放在这边就装不上去，就最多的这里点放在这里。那这个怎么放？什么方向？看清楚，这个，把这个槽子对着这个偏心轴这个长。哦。对着这个槽。然后这个东西是朝上的。啊，这个朝上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。就是在上面。这个、倒角的放在外面。错，应该是这个在外面。真的。应该是那样收的紧。那要这样子放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发现到。这样子是错误的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好的，你就让他们这样子。妈，你通通帮你这样子放。这个面朝下嘛，它接触面大吧。弄下了。再摇一摇，再说。这是黄经理说的。太紧了啊！这个你加的黄油，它一转起来它就好了。油加黄油它本身有一点刺的，它就是感觉太紧了，不要紧的，有黄油加了。你要是当时就太松啊，它那个你上去一天一转，它那里面在里面晃了。